今天周天了，明天又要上班了。一提上班这俩字儿，有没有伙伴就感觉浑身不得劲儿？啊，别慌啊，都差不多。这么冷的天儿，谁不愿意搁屋里躺着呀？你看，但是上班也是必要的啊，人生嘛，得支棱，得奋斗。反正这话也得分跟谁说。江苏镇江男伙伴王伙伴，对他来说，不管是上班在外边走，还是放假在家里头一宿，都是一点意思也没有。王伙伴最近的状态，四个字就能够形容，叫生无可恋。不是我夸张啊，他感觉自己状态不对，总有不好的念头。前两天都去了医院，王伙伴说了，哎呀，就从入冬以来啊，我就一直不在状态。白天上班吧，啥也不乐意干，晚上回家吧，也不爱吃饭，看手机吧也觉得没啥意思，睡觉呢睡不到天亮就醒，醒完了还睡不着了，就在那儿瞪眼珠子等天亮，天亮之后呢又是重复的一天啊，脑子不迷糊，也是瞅啥啥不对，甚至感觉吃啥都反胃，活着就是遭罪。他自个儿也想招了，趁着休息出去走一走，溜达溜达，要吃饭的时候了也把外卖平台翻了个遍，但还是看啥都不想吃。那看看电视吧，瞅啥都没意思，跟周围人唠唠嗑，看谁还都不太顺眼。你这不快过年了吗？王伙伴就觉着，哎呀，这样一直这样不行啊，这个必须得调整心情啊，靠自己没戏，那我就去医院吧。大夫一听就明白了，不用细唠了，这我都知道了，入冬以来像你这样的我都认识不少了，非常明显，你这个叫冬季抑郁症。嗯，冬季抑郁症，伙伴们听过没？大夫的意思是说呀，有一部分伙伴在入冬之后，可能因为日照时间减少，景色单调萧条，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情绪变化。它这个表现啊是很综合的，但是你能察觉到的情绪低迷，没遇到啥事儿，也没有啥过不去的坎儿，就是浑身不得劲儿，干啥都没有心气儿，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来兴趣。我怎么感觉有伙伴一下精神了呢？怎么的，对号入座了呀？别慌啊，不是啥特别严重的事儿，先简单说一下子这个冬季抑郁症啊。为啥冬季的时候人容易出现情绪低落呢？这个话题这两天也上热搜了，看来有不少伙伴都有这种困扰。那咱们就简单剖析一下。首先咱得知道，这种情况其实它是一个生理性问题啊，它是个大自然的规律，环境的变化会对我们体内的神经递质和激素水平产生影响啊。比方说啊，冬天阳光减少，人体内这个五羟色胺活动程度就会下降，五羟色胺活跃程度下降就跟抑郁啊，跟神经各种症状都会相关。你再比如说就褪黑素，这个不陌生啊，褪黑素这种物质可以增加人们在黑暗中的睡意啊，它是有规律的，冬季阳光减弱，人体的褪黑素的分泌也会啊根据这个来调整或者增加，导致疲倦睡意。另外冬季阳光更少啊，皮肤接触到阳光就会减少啊，机体产生的维生素 D 也就跟着减少了。我记得昨天还提维生素 D 了，是吧？是补钙的事啊。而维生素 D 的缺乏也与临床上抑郁症有关系。研究发现，在高纬度的地区，咱们北方就属于纬度高的地区啊，高纬度地区尤其北方地区，以及女伙伴长期在室内工作的人等，更容易出现类似情况。你要如果在北方地区高纬度的，然后你白天又不出门，现在有挺多晚上工作的，对不对？就电商啊什么的，小年轻的熬夜啊，然后白天就在这个屋里一待啊，大厦里一待，根本晒不着太阳啊。那么你要出现这个情况的话，你就正常啊，冬天的时候。这么一说，是不是感觉放心多了呢？没有啊，季节和环境导致的嘛，确实不用太过在意啊。但话说回来了，咋过都是一天，谁不想开开心心的过呢？然后还有伙伴还推演了一下，
凭啥我就冬季抑郁，旁边他就乐乐呵呵呢？哎，咱也不用带着这个抑郁情绪啊，矛盾的心理过年，那咋办呢？首先啊，入冬之后情绪不好的伙伴划重点啊，想要调节低落情绪，听我说这个一二三四。第一，晒太阳，但是因为缺太阳，那晒呗，尤其在早上，尽管任何数量的户外光线只是都有助于提升血清素的水平，但是清晨享受阳光效果最佳啊。这个晒太阳抹上防晒的不行啊，必须得直接晒到肉上啊。第二，多运动，上班族啊可以利用午休时间到户外，在空气新鲜阳光充足的地方你溜达溜达，研究表明运动可以提升血清素和内啡肽水平啊，这两个都能使人产生愉悦感啊。第三，多吃，吃是咱们是比较在行啊，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哪有呢？蛋黄里有啊，豆浆里啊，蘑菇啊，奶酪啊，动物肝脏啊，牛奶、奶制品、海产品啊，维生素 D 对于合成血清素和多巴胺不可或缺。第四个呢，有伙伴最近啊有点焦虑，兴许是可能因为年底啊聚会探亲变多了，需要面对七大姑八大姨的灵魂拷问了，这是年轻的啊。再不有可能是因为收入可能不太理想，工作跟家庭压力等等。哎，心理专家说了，如果这种年关焦虑，建议伙伴们别盲目攀比，不要再为没有实现的事儿后悔不已啊。这我教大家一个啊，你说谁一年的目标都能实现呢，对吧？你看那些没得到的，你不如向后转，向后转干啥？看看你已经拥有的啊。新的一年都来了，与其后悔不如迈腿，新一年好好干呗。除了这四条以外，伙伴们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找点适合自己的办法缓解不好情绪啊。至于这个具体有啥办法，那大伙儿来说一说啊。实在要不行的话啊，你可以去看医生啊。这个是属于抑郁是属于病嘛，对吧？它是通过药能解决的。另外我一个人脑袋有限，伙伴们微信平台上都唠一唠啊，咱们就自己能解决这些办法，你有没有什么好方子？另外你最近情绪好不好啊？情绪不好的时候你咋办呢？啊，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在平台上等大家。